的公司公休，然后带着我们家这几个能吃的过来吃自助来了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给你们在家吃饭，晚餐糖果249一位，249一位，随便吃吗？随便吃，限时吗？不限时。那三位一月不限量？不限量，过无糖这随便吃，随便吃，随便吃，能随便吃，能，走吧，来。人呢？你还在这傻吃？人家都取东西去了，拿东西去了。哦，我一直拿吃的去。有，这个是把那个鸭子片好了以后包饼吗？还是咋呀？对，包饼。在那片，我得片多长时间？不整一只吗？还有一只，但是别人也得要啊。你把那个都给我吧。这不4000多，您吃不了。能吃能吃，你把那整只的给我，然后您还不用片了，然后我拿着我就走了。刚才吃那个豆腐虾挺好吃的哈。嗯。再给人家还回去，人家没准还得用呢。看能整多难呢？试试看呢。
经理特意给我找了大杯的，说了我可以干杯喝，干杯！一会儿就只能看着两只手被抓了。没过瘾，回家坐地再来200只螃蟹，继续喷。再来200只。我光个火的存放。别录了，要形象，回家继续喷。咱们啥意思啊？没吃饱吗？在看外卖，外卖先订好，到家里吃吧。姐妹们，哎，吃好了没？没吃好。没吃饱，人家也要下班了。好了，收拾收拾走，回家了。继续订外卖，撤，走。